好，进入直播，您真有哈、开始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阿美来做菜。今天是第三集，应该比第二集不晓得会不会应该有更进步吧。今天我要做什么菜呢？我今天下午有去那个我的菜园采的那个皇宫菜，大家要不要看一下我种的皇宫菜？跟脸一样大，都是没有喷洒农药的，它自己就长这么大，这些有大有小哈，都是自己菜园下午采收下来的，对，都是最新鲜的。然后我今天就想来做皇宫菜，皇宫菜其实是跟那个川西蛮，那感觉蛮类似的，就是滑滑润润的，还感觉还不错，吃起来应该还好。我是以前有吃过啦。那今天我就为大家来介绍一道料理，就是皇宫菜炒肉丝，然后再加一些那个枸杞。来，这个是今天的材料，这是蒜头嘛哈，肉丝瘦肉丝，还有这个是枸杞，好，还有最主要的角色就是他们啊，很漂皇亮宫吧？菜嘛，哈，对，皇宫菜很漂亮哈，这个也很好种。其实我没有怎么照顾，就是说去年的种子它自己掉在泥土里，今年就自动又长出来很多，我也没有特别去把它照顾啦。那我们就来炒这一道菜，然后这个我已经怕太紧张，我已经先把菜先洗好了，然后怕手忙脚乱，所以我今天都已经洗好了。然后因为这个很大片，对不对？我先把它切小片一点。也不用切太小了，差不多就好了。因为这炒起来也是缩成一团，不会说看起来不会很多了，应该差不多了，这好。那我们就来开火来只有开始。大片的要稍微切一下而已嘛，小片对的就呀、啊，算了嘛。其实这个它到时候炒起来是这对样，不会啊揪起来一点点。，QQ 对呀、啊，其实只是大片的嗯，炒，切小片点就好，其他应该都还好吧？这样，对这啊，样应该还好。嗯。好，那我们来炒。这道菜我们家人都很喜欢吃，我来开始炒了。然后开火。其实自己家有种菜就有这个好处啦，然后也不用担心外面的菜价怎么样，也都不会受影响。然后你看这几集我那个都是自己家菜园的菜啦，我也没有去外面买啊。然后我做的料理都是很简单，我也没有什么加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所以要学做的人都是很容易的。其实在家里做菜也比较卫生啦，外面的有时候也很多加很多油啦，很多一些调味也不是很好啊。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先蒜头放下去，稍微爆香一下。然后再把那个肉丝，其实我做菜都是很简单，也不会说很复杂吧。然后炒的差不多8分熟，你就把它放下去了，把那个主角皇宫菜把它放下去。
加一点水。炒起来也没有很多，因为它好像会缩。我们可以先盐巴味素。对，盐巴味素要放。啊，就看你要放多少啊。这个是随每个人的，想要加多加少都可以，加一些好。啊，味素要加不加都可以。啊，我们家是有加一些。请问你米酒要摆吗？米酒等一下，等一下再放。加米酒比较香。炒一炒。加米酒比较香就对了。对。太久，太久就太烂了，不好。对，炒得有太烂也没有那个口感。其实在家里做菜也是很简单、很方便。如果去外面外食的话，也是吃久了都会腻。所以我们几乎每天都是在家里开火。已经炒好了，可以试吃吗？可以啊，那我拿筷子给你试试。对啊，摄影师要先试吃啊，来说说你的感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今天来当试吃员，因为昨天本来要试吃，结果后来，后来网络就断掉了，然后就没试吃了。那今天来试吃看看。这个还算不错，因为它有肉丝，啊，那还有这个皇宫菜。啊，吃吃看，会很咸吗？嗯，咸度刚刚好。然后那个有加一点米酒啊，可以去除掉一些那种野菜的腥味。啊，它有时候会有一个特殊味道。对，好像有些人有加什么？麻油啊，麻油。我想说天气太热了，加麻油觉得好像很热的样子。对，如果加点麻油，应该会更香了哈。烫哦，小心小心。还蛮烫的，不要烫到。再吃一块大块的看看。嗯，那还不错。不敢说不好吃、啊。对。要不然就没有下一餐可以做。当然不能说不好吃，不好吃晚餐就不要吃了。没有，晚餐他就吃这一道就好了，其他就不足了。就只有剩那一道了。对呀、啊。嗯。那大家可以学着做啊，其实很简单做啊，我做的菜都很简单的料理啊。嗯。对呀、啊。然后去外面吃也是，吃久都是一样，然后油也那么多，然后我们自己做的话可以斟酌油放少一点啊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就到此了。对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频道，啊，多多鼓励一下，谢谢，谢谢。今天就到这边为止了，谢谢。你们也可以试试看啦。